那么接下来呢，应该是另外一组合要出场了。但是呢，我想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帮他们来介绍，这是趁着我们华纳十周年的时候特别推出的一个新的组合。我希望大家能给他们特别鼓励和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开始了。就等一下，请他们出来。他们呢，可能是要翻唱这个郑秀文的，我们华纳歌手的歌《808》。希望大家给掌声鼓励。时间走